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继续带来一个这个上期跟大家介绍过的这个仿真的这个心脏，就是仿造我们这个人类的跳动的心脏呢，做出来的一款按压球，它是一个这个粘粘胶在里面，然后外面呢是一个硅胶制成，非常可爱，然后也非常的逼真，可以把它做成我们的一个整蛊的一个玩具，或者是去进行一个搞笑啊，或者是搞怪的一个小小的玩具游戏啊，都可以。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呢，是想跟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剪切的展示，让我们的小朋友看一下它这个玩具当中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什么样的材质。当然了，这边是不推荐给大家，如果小朋友想要在家进行这种 DIY 的小实验，因为它是比较的这个危险，并且如果你是破坏了之后呢，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再给它复合了。所以我们这边呢是要把它剪开了之后，要把它放在盘子里面。我们可以把它翻过来，翻过来了之后呢，可以看到它的心脏的这个内壳其实是一个粉色的。我们可以在里面再放上非常多的一个小棉花，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把我们的心脏重新填起来啦。如果有这个胶水的话呢，或者是万能胶的话呢，还能够再把我们的心脏重新的修复好。好啦，希望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样小视频，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订阅我们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